我得了癌症，所以我这边开了十二，我里面开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其实讲话唱歌都是非常辛苦。可是人总是有一个意念，全天底下你只有收到一样生日礼物，是你这辈子最珍贵的是什么礼物？妈妈，妈妈给我们的礼物才能让我们活到现在。我就是靠着我妈妈跟我太太的力量，撑到现在一年五个月，我可以今天拿麦克风跟大家主持节目，我可以今天来唱这个歌，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，去年的时候在病榻上为她过最后一个母亲节，我每天去看她，我就唱这首歌，知道这首歌是她一辈子忘不了的。忘不了，忘不了春意情，忘不了花易老，忘不了离别的滋味，也忘不了那相思。因为我是用声音在唱，母亲节的前夕唱这首歌，让各位拥有母亲的回家多抱一抱母亲，失去母亲的好好的珍惜现有的亲人，你还有爸爸，你还有孩子，你要为他们活下去。忘不了，忘不了，也忘不了那花海的烦恼，寂寞的长巷，而今宵